好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星期五啦，又见到我同阿冼 Sir 啦，咁啊，今日就特别荣幸啊，用呢个字啊，啊，佢梗系觉得夸张嘅。寻晚我哋特登出咗个预告添啊，系话我哋今日会请到个即系老友嘅特别嘉宾啦，系啦，咁啊，欢迎郭 Sir 郭家乐，好，掌声啊，一定要，大家好。咁啊，我即系 send 定啲问题俾佢，同佢讲话，我哋今日会讲咩噶嘛？我第一个问题即系叫介绍自己啦，我括住咗一句嘅就系、是。全香港即係識足球嘅人，冇人唔識你嘅啦，但係都要介紹一下自己先嘅嚇，歡迎好。咁家樂 Sir 啦，咁啊即係多謝咁啲球迷嗌我風車 Sir 啦，咁就即係呢個別名嚟嘅啫，咁啊都係因為某一場比賽啊，不如講下即係點解人嗌我風車 Sir？ 實有人問你嘅係啦，因為其實因為我記得就上年我帶元朗一場波啦，咁就我記得嗰陣時應該輸緊2-1嘅，咁我就衝咗出場就話做啲手勢啊，我記得呢個係啦，推上前、推上前，咁就俾球迷就 cap 咗呢個圖啊，就我記得邊場擺上網係啦，跟住最後有球迷 send 翻個圖俾我嘅，追翻二比二，咁啊之後就突然間唔知點解就多咗呢個名，全靠你個風車係嘛？咁就咪好咯，好彩得咗咯，佢得咗噶啦，你冇做呢個動作就冇噶啦，做一下就俾人 cap 到圖咁啱，咁就係你咁勁啊嘛，咁啊即係好彩就，但又贏唔到咧，好彩追翻。哇！你真係仲要贏埋就唔係啦，唔係叫風車噶啦，風神噶啦，老實講真係對傑志，對傑志真係好難贏嘅，你知啊。我都難啊。唔係即係我自己計翻我即係職業教練生涯咧。其實是未贏過傑志的、okay. 即我其實我在太陽飛馬做助教做了三年、三年呢都未試過贏傑志咁我當然元朗做教了一年、大埔、半年元朗半年跟住都是未贏過傑志 OK 咁睇下第時有冇機會咯你就有機會嘅我都勁啊我都未贏過傑志我都未和過教咁多年都啊你啊教和已經勁噶啦已經仲話想贏，嚟緊都 OK 嘅。嚟緊希望啦，嚟緊 OK 啦，係咪啊？嚟緊啊！如果你啊自己組織啊，最緊要有機會咯，有機會就好啲咯。機會就有嘅，我先講句，香港足球有啲咩機會？你嘅有機會啊？唔係有機會，最緊要有機會叫我教波先，即係台上封咗嘛。你講緊我係乜嘢？唔係話選請我哋復出喎？咩啊？復出做球員啊嘛？我想啊，係咪簽我啊？佢 OK 喎。你話㗎啦，大師啊！發俾我爭過咩係嘛？爭過人同佢話大家40多歲咁樣，40多歲，係爭翻出嚟，即係仲要出波俾佢入咁樣。冇錯。點解佢兩個咁好傾咧？嚇！我即係要避職咁滯啦。原來佢哋老友嚟嘅一組。我哋講話啊，請郭 Sir 翻嚟做嘉賓傾下偈啦咁樣。跟住阿冼都冇講噶，跟住郭 Sir 講，原來佢哋係識過一組，即係唔係話喺球隊即係合作過或者咩嘅合作？你冇合作過，你好似冇係嘛？球隊就唔係，即係球會就冇，係嘛？大家大學嘅時候咧，原來大學同學嚟。即係我啊，喂，我點都要講師兄兩個字，我點都要講師兄先。喂，我年紀大啫，又講呢啲，佢畢業冇幾耐嘅啫喎，又師兄。係錯。雖然我哋係同一年入 U 嘅，係嘛？當年同一年入 U 嘅，係咪同一年啊？係咪同一年啊？同一年，你做一年係咩？唔係你喺英國翻嚟嘛？你嗰陣時唔係，之後先去英國。之後先英國咩？係啊，我應該做你啦，係啊。應該做一年咗。梗係嗰啲師兄埋嚟踢個波走嘅，叫你執波嗰啲係嘛？我唔會做呢啲嘢喎，佢踢要我執啊！我哋城市大學啦 ，City 啦 ，City 咁，我哋其實即係足球隊個文化就好好嘅。咁我自己老實講，我踢過球會啦，即係當然有啲資歷冇阿冼咁犀利。哇！食嘢，我哋一定要。我真係好識撈㗎，真係家樂真係好鬼衰，真係識撈到唔一樣啊！真係。梗係嚟㗎嘛？咁 OK OK。但係咧，即係你話踢過球會咁啊，即係青年軍又好啦，點都好。咁但係即係我喺大學咧，呢即係城市大學城大呢3年咧，都係我最開心嘅一段時間，因為咧成班大家差唔多年紀啊，即係為大專杯冠軍做目標，咁大家去日日去練波球場都係一個禮拜2至3次嘅啫，咁大家之後平時跑步啊、做 gym 啊、游水啊。咁當然有啲即係唔係練波嘅時候，大家都一齊㗎啦。基本上由朝見到晚，係啦，一齊走堂，
下午四點就在個 canteen 等的。咁啊，等係啊，你冇啊，我唔翻添。波啊，四點係咪先？翻都唔翻。四點喺個 canteen 等嘅，全部走曬堂喺 canteen 等食兩個鐘頭 天，跟住去練波。O、okay. K， 即係嗰、那個即係當然啦，即係大家讀書嘅話就唔好咁樣樣啦，浪費光。教係讀書嘅就唔怕啦。係咁啊，咁你夠得㗎啦，考試過得㗎啦，呢啲就讀書咁叻冇用嘅，真係。哎呦，真係唔好嘥咗太多時間，另外啲時間踢波啊，或者做其他嘢啊，識女仔啊都要咁。係平衡咯，要係咪？咁啊，即係嗰年我哋都即係小弟司職中堅啦，咁啊閃啊一隻左翼就扭曬㗎。搞掂啊！掟個波俾佢，即係即係同咧。等陣先，我備職下先。一啲大會咧，即係你將個波你俾嗰啲外援咧一樣。呢條波做教練就係將個波壓俾阿閃。做教練嗱，你而家唔睇掟個波俾阿閃，搞掂。係咁，咁啊等佢搞。備職先。面紅啊！閃啊！面紅啊！唔係啊！呢、這個節目係而家講緊嘉樂噶嘛？唔係咁，其實啲講以前嘅，我覺得要 key 翻阿閃嗰啲即係嗰啲精華個人片段。唔係咁靠你喎，幫你實，你幫我搞噶咯。係咪啊？即係未即係未係最好嘛？啲精華片段，等陣間再出翻嚟劈嘅時候，就多啲精華片段。嗱、嘉樂 Sir 講頭先大學好開心啦，咁我又即係我哋帶翻個主題啊！職業球隊教練點樣？你點樣入到去即係做一職業球隊教練？你以前成長經歷嗱，我哋就踢波講起啦，即係一定係踢波，跟住就踢而優則教咁噶啦。咁但係其實你都唔係話即係叫年紀好大嘅啫，即係都叫做喺即係唔後生啦，都係都係年輕㗎啦。即係去到呢個層面，好多都係即係上年紀嘛，啲經驗啦。點樣去嗱？即係講下你嘅即係我稱為成長嘅經歷啦。點樣喺足球界成長經歷係點樣嘅？我覺得幾得意嘅自己咁嗱，我踢波先啦，講我踢波就基本上以前係我 spend 咗好多時間打網球嘅。哦 okay、其實係啦，咁因為我媽咪就職業網球手嚟嘅，咁我自己其實好中意打網球，因為好中意嗰個即係落場嘅時候嗰個壓力啊。因為咧，即係網球同足球有唔同，網球咧。好多時候有單打，咁同埋話最多雙打啫。單打就係話你一個人要承受曬所有壓力，例如即係一場比賽你要開波嘅，咁你開唔到就輸噶咯。即係個壓力話你打一球波，你一個叉燒，你食唔到，你食唔到就會輸咗場波等等。係啦，即係好多壓力擺喺自己度，我反而中意呢個感覺。係啦，即係但係咧，當我練網球啊。去到練足球嘅時候咧，就發覺足球太好玩啦，因為太多人一齊，成班係啦，咁最後咧，我揀邊啊，開始去玩邊好咧，最後揀咗足球，因為太好玩，太多人一齊即係去即係個壓力，覺得自己唔使分擔咗壓力喎，咁可以成個隊友，我有一個犯錯，有啲隊友走埋嚟拍個膊頭，唔緊要，繼續去咁樣樣，咁我反而幾中意呢個感覺。咁我入咗大學之後咧，其實亦都叫做冇諗，老實講係冇諗過踢職業足球噶啦。咁即係都成日話想讀關於體育嘅嘢，咁想做啲關於體育嘅工作。咁就一個幾得意偶然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其實一路喺大學嘅時候啦，咁我由城大轉咗去廣大啦，咁我就跟當時我嘅教練阿鄺 Sir 啦，咁啊鄺曉明，咁其實我都要多謝阿鄺 Sir 嘅。咁都鄺 Sir 即係喺我嘅大學生涯咧，其實好幫到我，因為由一個學生轉為一個全職嘅admin 啦或者教練啦，係阿鄺 Sir 邀請我去做嘅。咁其實我讀緊書嘅時候已經做緊 part time 嘅 admin。part time 嘅教練，咁當時有個即係足球嘅學校叫做科化足球學校，咁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係啦，科化係一啲即係改咗名啦，冇錯，係一啲即係教個人技術嘅一啲學校，咁我覺得喺嗰度即係受益好多。哦，原來你反而喺嗰度係第一個，係啊，冇錯，科科級添，即係我睇你嘅即係資料都係科科。係啊，我由科化開始嘅，咁嗰度就接觸真係因為我自己都係讀體育啦，咁我都做一個 admin 啦，咁同時間教埋波，咁嗰陣時其實有好多嘅我自己嘅即係教過嘅球員都喺嗰度已經接觸過㗎。咁例如陳俊樂等等，其實當時已經喺度嘅。咁跟住之後我就轉職啦，轉職去咗港會。咁其實去港會點解會揾到呢份工咧？其實我係去試腳嘅。哦，係啦，咁多我又多謝阿黃耀富啦，多得黃耀富阿富仔咧，就因為我哋以前係愉園嘅隊友。踢院嘅隊友，咁佢就入去咗港會啦，就揾我試腳喎，揾球員喎，咁我就去啦。當時港會係
都是職業定係啦。嗰誒佢揾得我就因為佢哋當年就由甲組上上誒，佢哋都誒佢哋嗰陣時未叫超聯啦，上甲組，越早上甲組，咁就揾即係揾球員，咁就去試腳啦，試下，最後咧就發覺原來我都係讀體育，佢哋想揾一個搞體育嘅，搞足球嘅，咁就揾咗我。咁入到去就其實唔係話一定要教波嘅，咁嗰陣時係做 admin 為主 ，admin。咁就管理個 clubhouse 啊，做足球嘅 development。我最初認識你都係喺呢個階段。冇錯冇錯，係啦。跟住就開始知道我即係有足球嘅 background， 咁就俾咗幾隊青年軍我教，咁就教 U16 先嘅。咁 U16 咁當年就有2010年我記得有一個叫做曼聯超級杯嘅比賽，咁就淨係 U15 嘅球員先即係嘅球隊先可以玩踢嘅啫。咁贏咗咧就會代表香港，咁就飛去飛去內地，係啦，同內地嘅球隊爭亞洲嘅出線席，再踢全世界賽嘅。冇錯冇錯。咁當年就好唔好彩攞冠軍，係啦。咁12碼當年贏咗東方嘅，我記得。咁就東方當年都好多好出名球員嘅，即係例如姚明啦、姚浩明啦，即係謝朗軒啊、羅振廷啊，嗰陣時都係踢緊即係黃子豪啊嗰啲都係踢緊東方。咁都幾得意嘅，即係我自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因為呢一班球員好啦，最後其實有幾多個球員，即係呢一班有啲鬼仔啦，有啲好多本地啦，咁佢哋其實佢哋全部冇諗過做足球職業足球員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嗰個決賽贏咗，去到國內踢比賽，已經係一個佢哋職業生涯足球生涯最高嘅一個位㗎啦。咁從而我覺得我不如我做多啲關於教練嘅嘢啦，咁就 quit 咗份工。咁就開始我嘅職業生涯啦。咁多到嗰陣時就多謝 Coach 啦，就帶咗入太陽飛馬，就開始我職業教練嘅生涯啦。好，我哋停一停呢度先。即係其實你開始即係入行都係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平時所講因緣際會，突然間咁樣接觸到嘅啫。即係你喺大學有踢波啦 ，keep 住踢波兼讀書啦，跟住接觸大學嘅教練 Coach， 又入去科化啦，跟住之後再都係。即係朋友介紹，又去到港會試腳兼做埋一個admin 嘅嘢啦，係咪啊？即係一開始接觸啦，因為始終都要關於工作噶啦嘛。讀完大學開始，即係一路踢，又可以一路教，又可以做少 admin。其實好多入行嘅人都係類似咁樣嘅，即係譬如我自己教波咁樣，即係我哋都好多身邊有啲學生，佢畢業喎，喂，不如去做一下啲 part time 係兼住教波，可能又做少 admin 嘅嘢。其實呢個入行經歷都幾似，不過之後就可能。真係機會嚟到啦！帶港會嘅球隊參加呢個叫即係青年賽事嘅大型比賽，贏咗喎！去明嗰度，跟住就可能叮一聲睇埋，咦，不如教多啲波咯！即係咪咁嘅？都係咁嘅經歷。都係㗎，其實幾得意嘅，即係當我大學嘅時候咧，咁我自己覺得自己同埋職業足球嘅範疇咧，其實唔相關聯。即係我係一個我都有即係幾得意，我係由中學。升去大學，其實我係靠一啲獎學金升嘅。咁其實獎學金係靠咩？一啲運動獎學金就靠我足球方面嘅成就。咁其實我有自己諗嘅就話，其實雖然我冇掂到職業足球嗰個範疇，咁但係我自己其實成世人都係即係喺足球圈喺足球呢樣嘢其實擺咗好多時間落去。咁即係話成個足球圈其實有冇我自己份咧？我諗。我冇啲實質嘅嘢俾到香港足球圈。咁雖然我係即係踢咗好耐波，我有教波，咁但係我似乎要擺翻啲實質嘅嘢落去香港足球去幫嗰個發展咧，我先至可以覺得自己係一個香港嘅教練。即係你一路喺度讀大學嘅時候，其實你真係冇諗過將來好似我咁，我冇話做唔做職業教練，有冇諗過我遲啲可以教波先，或者係做咩？即可能都係做運動相關嘅啫，未至於話我做個教練或者係冇錯冇錯，都冇諗嘅。咁、okay. 但係有一個回饋，即係我喺大學就學到一啲叫回饋嘅一樣嘢啦。即係當你喺一個地方你學咗好多嘢嘅時候，你出到去第時可能你學得更多嘅時候，你想回饋俾咗 support 你嘅一個地方。咁例如我中學其實我都有翻去教佢哋足球隊啦，小學都有都教翻我嘅。
足球隊。咁而家我而家城市大學，其實我都喺城市大學教緊嘅，教緊即係我作為一個助教啦，叫做助教。咁翻翻去幫手，其實都客席啦，唔好話助教。係啦係啦，客席啦。點會唔係咁幫？其實我覺得個意義好大，因為翻翻去其實唔係淨係教足球咁簡單，我係培育一班準備投入社會一班年輕人，等佢覺得即係你哋除咗作為一個大學生會踢波之外，其實你哋係可以為香港 contribute 好多嘢，之餘亦都可以幫翻學校。你係即係你比賽時候，你有個學校嘅章喺心口，你要點樣樣去contribute 翻，即係contribute 翻你呢間培育你嘅學校。所以做教練即係你話教波叻嘅人品緊要，即係好似阿嘉樂 Sir 咁話齋，即係佢一路做教練已經諗緊回饋，即係不能教自己教嘅單位，教翻自己母校去建立翻啲年青人，係嘛？呢個。即個心係好嘅，所以點解即喺足球圈咁受歡迎咧？嘉樂 Sir 係咪？嗱，今日咧我哋除咗我哋傾偈之外咧，我哋都有少少試下今日玩新嘢啦，睇下啲球迷即聽眾互動啦。富仔啊，係啦，有人問你喎。Nico Wong， Nico Wong， 可唔可以 share 佢今日喺 Facebook 擺嗰張即雜誌相咧？攞獎啊！佢又問你喎。左腳球員你最中意邊個？咁梗係你啦，當然黃耀富即係咁嘅身形，咩除咗阿冼，哎呀，咪阿冼喺度，咁又阿富仔第一，阿冼第二。OK， 喂，咁我走先，我又要走先啦。嗱，我又想講少少咁樣嗱。哇，咁啊，當然又點樣啊？卡 Sir， 你點啊？最中卡 Sir 點講啊？卡 Sir 聽，如果卡 Sir 留言嘅話，我就話第一。記得啊，嗱，佢真係啊，識我咯，衰嘅真係。呢三位球員啦，講埋卡Sir啦，其實咧，即係大家年青球員啦，阿冼Sir咧就即係身形唔高，咁啊富仔亦都唔高啦，卡Sir都唔高，但係咧足球唔係講你高就贏，三位咧有好好嘅嘅盤扭能力，左腳又純熟，其實香港而家爭好少左路嘅球員係好少，即係尤其是好似阿冼Sir咁樣嘅點啊？繼續啊！啲技術啊，要半個鐘嚟講嘅，講少真係，所以真係要 cut 翻啲 highlight 先。咁所以咧，富仔，如果你留言嘅話，你第一嘅。你第一啦，富仔。嗱，我第一個留言。阿冼都係跟你學嘢係嘛？我係跟你學嘢啊！冇啦，我話冇咯，咁啊繼續啦。咁我哋繼續傾啦。咁啊好啦，去到太陽飛馬啦。你嗰時哇，我覺得有少少都幾跳級嘅喎。喂，第一下開始是我在港會教青訓，雖然我帶了隊波，我攞了冠軍，去飛了大陸，即係我內地度踢一個亞洲賽啦，結果都應該未必贏到啦，即係國內球隊都強啦，翻到嚟啦，我突然間想接觸多啲啦，咁點解會無端端直接卡Sir揾你嘅咧？同埋佢而家仲講緊唔係做一啲咩職業隊助教咧，去到已經做，係咪即係當時你係已經考咗一定級數嘅教練牌啦。我嗰陣時考咗 B 牌，已經 B 牌啦。B 牌，但係我就唔喺香港考，因為喺澳洲考。咁即係我自己唔係話想去，我自己唔係話想去到出邊考。因為當年我記得嘅教練培訓部咧係真空咗。我記得嗰個年半兩年咧，係香港係冇任何嘅教練班，停咗一輪。咁嗰期就好想自己做職業嘅教練。咁就唯有周圍揾啦 AFC 嘅牌，咁啊最後去咗澳洲。即係喺港會教嗰段時間。之前。再之前。係啦係啦，咁我考完咧就即刻投身去太陽飛馬嗰個全職啦。咁其實當初咧由一個青年軍嘅教練咧去接觸職業足球嘅教練咧，其實當我用咗唔少時間適應。係咯。因為其實自己都後生啊。係㗎，因為都未即係我自己老實講，唔係話成日接觸職業嘅球隊啊嘛。咁亦都未教。過職業嘅球員，又或者自己做職業球員，即係可能當然當時港會都叫職業球隊啦，但係未必係咁 pro 咁完善，或者係踢咗咁多年嘅，自己嘅心理一定會少。係啊係啊，即係我又驚個球員覺得我 share 一啲嘢太過你同而家你做同小朋友教嘅嘢，你點解同我哋職業球員咁做？即係有少少咁樣驚啊！咁但係其實我慢慢累積經驗，咁亦都即係當年有其他嘅助教啦，包括偉文哥啦，即係阿偉文啦，李偉文啦，咁同埋細勇啊，即係李 Sir 啊，咁即係幾位教練啦 ，Coach 啦，咁浩然啦，陳浩然啊陳 Sir 都幫好多，咁俾好多信心我。咁其實佢哋好多都係球員出身，咁有時可能話我可能喺球場上面
同埋球場外邊，例如一啲分析啊，一啲準備啊 ，PowerPoint 等等咧，咁我自己呢啲方面我做得唔錯嘅，我自己。嗰時係你即係去自己 in 啦，定係邊個揾你 ？Carson 其實 Carson 揾我 ，Carson 揾我嘅，佢就覺得話佢接手咗呢一個太陽飛馬，咁揸個助教。咁 Carson 當年咧係打俾我，打俾我係做乜嘢咧？係約友誼賽。阿嘉樂，喂，我太陽飛馬想同你哋講會踢友誼賽，跟住我就答啊，我話唔緊要啊 ，Carson， 我幫你安排。但係我已經離開咗港會啦。話點解啊？咁樣佢話哦，因為我想做全職教練，想試下咁樣。咦？佢話誒咁啱啊，佢有個位。我又想喺度借機會讚阿 Carson， 即係我不嬲都好尊重 Carson， 同埋我好欣賞 Carson 係一個即係退役球員啦，跟住佢係形象好啦，好似你咁啦，形象好啦，同埋佢真係做好多提攜後輩工作嘅。我見到當時嘅太陽飛馬，即係我都有少少因緣際會啦，就係當時叫太陽大搞，嚟緊會大搞，咁變咗佢係由一隊可能即係未出現嘅球隊，出現咗變職業球隊喎，係咪啊？唔同而家我由升班上去，或者一啲傳統歷史嘅球隊唔係嘅，咁佢需要埋班，佢揾一班好新嘅教練，俾機會佢哋去培育，加上可能佢自己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新去接觸呢個職業，佢踢得多啦，但係你話即係搞隊波出嚟唔容易嘅。加上嗰時太陽係喺我哋球圈即係公認好有心搞，即係不論青訓。當時的青訓做得很好的太陽，資源擺放很多啦。佢職業球隊，大家記得的話，隊巴、球隊的巴士，球隊球場的佈置，係嘛？或者一些marketing 的宣傳做得非常之好，又拍 MV 啦，係啊，又拍 MV 啦，即很多球員喺嗰度係令到自己即感覺到真係成一個職業球員嘅，即係喺呢個其中一個我哋細個好朋友阿唐文、阿唐建文都係嘅，即係佢足球經歷。不算順利的，但他就是在太陽飛馬找到他的即叫做第二春也好，或者是一個即成名就在那裡了，即是我很開心到現在他到港隊再傑志再亞冠杯很多成就，所以其實我和唐文都 OK 熟的，他真的在太陽飛馬找到第二春，這個真的我即去到現在一路這樣真的唐文上位真的值得的，值得的真的是沒錯。好，去到太陽即是全新的環境怎樣點樣即係接觸職業足球啦，跟住點樣去發展，再點樣將來我哋之後又港隊見到你啦，係咪？又可以分享一下。我就喺其實喺太陽飛馬教緊嘅時候咧，咁其實一路都即係多謝 Kim Sir 啦 ，Kim Sir 啦，當年 Kim Sir 其實我喺港會嘅時候教波嘅時候咧，佢其實帶過佢嘅仔仔嚟練波嘅。咁但突然間開始個仔仔冇嚟嘅時候，佢自己嚟。佢自己嚟，但係我覺得咦，阿仔又冇嚟，咁你嚟做乜嘢咧？佢喺度睇練波。咁最後問翻，原來佢係睇我練波。跟住之後佢就同我講啦，喂其實香港隊而家一路都揾緊助教，即係一啲青年軍嘅。喺咩時段呢個係？呢個係我差唔多喺港會離開嘅時候，即係講緊我未入太陽飛馬。即係你未入太陽飛馬已經有機會接觸港隊㗎。冇錯冇錯，咁就咁嗰陣時就開始咗即係開始教香港隊嘅梯隊，咁嗰陣時阿施老 Sir 啦，阿光哥啦，即係楊正光啦，咁同埋阿潘 Sir 啦，潘文迪啦，咁佢哋幾個係做緊香港隊嘅主教練啦，佢哋嘅青年軍嗰邊，咁我就做助教。咁我喺太陽飛馬其實一路都繼續做緊香港隊嘅助教嘅，咁當年亦都有幾位嘅外籍嘅青年軍教練嚟香港啦，咁第一個就係嚟自呢一個西班牙嘅唔係沙維啊，沙維之第二個，之前有一個阿包係啦，馬迪係啦，馬迪係第一個。咁我基本上我做咗馬迪嘅翻譯啊，即係助教啊，咁從而一路去到阿沙維都係翻譯助教咁樣，咁一路就喺香港隊都叫做做咗好耐。咁就適逢太陽飛馬就2015年就叫做退出球壇啦。咁就咁啱，真係咁啱啲時間都夾到，就係香港隊就請住助教。咁就因為其實阿光哥啦，阿楊正光就離開咗香港隊，去咗宗教。係啦，去東方先嘅。東方先。去東方跟住先去梅州。咁就有個位置，咁就即係成功 apply 咗呢個位置，就喺香港隊就總共4年嘅時間。係啦。咁都真係好完美喎，即係嗰個時間。我覺得 timing 咯，計 timing 嘅，即係估唔到㗎。由我可能入大學到出嚟，即係出嚟做嗰份工。
跟住之後去港會去建功，係啦，就變咗去太陽飛馬教嘅，第一香港隊。其實我就叫做啲 timing 好彩，即係每個都夾得。我覺得即係從來都講嘅，即係我哋踢波好教波好，要講際遇啦，講運啦，但係你嘅能力都好重要。我相信即係喺你港會嘅時候，或者你開始喺足球總會上教練班。咁我相信足總嘅一啲即係啲高層又好，或者一啲啲前輩又好，都會睇到邊啲球員係即係或者邊啲教練係有一啲潛質嚇，去可能栽培啊。始終本地教練，我覺得個培訓係好重要嘅。即係你見到而家好多即係叫教成功嘅職業隊教練，香港都係外籍教練為主。咁真係要做一個成功嘅本地教練，係咪真係要經歷一段時間去培育啦？係啦。咁我又即係又想問一下啦，即係你係咪一接觸嗰啲就把心一橫？喂，我喺度都要繼續做教練噶啦，有冇諗過？即係有冇邊啲低潮時候啊？或者係做得唔順利啊？係諗過係轉行啦、啊？即係譬如呢段時間都係㗎，一個疫情啦、啊，冇錯，係啦，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時候咧？其實你話轉行嘅話，我就冇諗過，因為如果頭先大家聽到我即係點樣去即係辭咗份工去成為一個職業教練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當年其實已經同自己講話，我係要喺呢一方面試下闖下。咁、我覺得即係 spend 咗咁多時間，叫做而家有少少成績啦。即係咁我都希望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彩就係我而家可以幫，即係我而家嘅成績係說服到我嘅屋企，係繼續俾我去做呢樣。咁所以我自己都繼續希望在足球呢方面繼續做多啲嘢先，攞多啲經驗。咁之前我講過，希望就話幾高 level 都好，希望試下望上啲。因為如果你唔繼續向上望咧，咁基本上你就會向下跌噶。即係呢個係我嘅一個諗法。咁如果你話高低啊，即係有啲低潮，其實老實講，我喺香港隊嘅時候嗰四年咧，其實我真係你話係咪特別開心呢？我會有咁，但係有好多唔開心嘅時間咧，其實係來自 Kim Sir 嘅。咁但係我唔可以話呢啲係唔開心嘅時間，因為咧佢係對我特別嚴苛。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Kim Sir 其實喺當教波嘅時候咧，嗰個語氣係好重，嗰個尤其是韓式嘅教法咧，即係隨時可以遞高隻手就。我都認識 Kim Sir 嘅，係啦。其實幾得人驚㗎，佢喺球場外，特別係佢喺球場外咧，係一個極之温柔啦，把聲啦，即係好慈祥嘅人嚟㗎。但係喺球場內咧，哇，係真係魔鬼與天使。冇錯，即係始終韓國係有啲叫做即係長輩啊，即係唔同輩咧，大家都有一啲即係我其實嗰咁多年喺足總咧。佢鞭策得我好緊要嘅，即係好唔留情面咁樣樣，嚴師先出高徒嘅。喺好多嘅staff 面前啦，喺好多嘅教練面前啦，甚至香港隊嘅賽事，其實即係佢曾經言語上啊，肢體上都有好多嘢去覺得我係要做好啲，係啦，即係唔留情面咁鬧我。老實講。咁我當初都曾經試過發脾氣嘅，咁又唔睬佢幾日，係啊，真係冇睬佢幾日，喺 office 咧發爸爸脾氣，係啦，掂盲掂過，跟住就拍台，哇，叫個家樂入嚟，跟住就鬧得再勁啲，咁我就知道，即係始終我係要 respect， 係啦，我知道自己唔咪即係爸爸啱咯，係咪啊？喂，真係係啦，係啊，係啦。最後都係知道要 respect 嘅，因為其實老實講，阿 Kim Sir 每朝翻 office 啦，喺足總佢係最早一個翻嚟，都係最遲一個走。咁跟住有時問阿 Kim Sir 裏邊，佢話唔係翻屋企啊，佢去睇青年軍比賽。佢即係佢會成日嚟一啲即係睇女子比賽，去草根嘅行嘅遊戲，即係佢大部分時間都係擺喺足球上面。咁所以即係我係覺得好，我非常非常 respect 佢。咁成日佢 die for Hong Kong， 我就覺得哇死啦！要一個韓國人同一啲香港人講，喂你要 die for Hong Kong。我覺得真係冇乜面啊，即係我有啲醜，我覺得即係要一個外國人提香港人，你要為自己香港人犧牲。呢個我聽你講嘅。但係佢而家去邊？佢而家係韓國。即係 KFA， 唔係當然啦，但係佢而家上到個位置係 KFA 嘅一個 technical director， 係啊，即係一個勁嘢嚟嘅，係差唔多，冇錯，即係揾教練㗎，係啦，博智星國家隊嗰啲，係啦，博智星啊，孫興文，你見到佢都係要90度鞠躬嗰啲，係啊，真係佢係佢即係
佢雖然冇，佢亦都冇喺話即係韓國一個好出名，唔係話踢過國家隊啊、世界盃出過咁樣樣。咁但係佢即係喺韓國以外，佢做咗好多嘢，令到韓國人個足總啊、高層都好 respect 佢。所以我都相信佢嘅人品咧，又係。但係佢點解冇 Hong Kong 嚟啊？咁啊，你呢個零零嘅完咗未啦？嗰個交接棒，成全接棒就交咗。係。嗱，我哋又有啲嚟求觀眾問下問題咯喎。係 ，Kim Sir， 先答咗一個唔係自己有嘅先，呢個真係一啲聽眾嚟嘅。你有唔係自己有嘅咩？有自己有話題，我俾你。你唔好講話自己有，你講到好似做馬咁。哇！全部都係啲球迷嚟嘅喎。陣間富仔嗰條你答。唔係 ，Kim Sir。場外斯文有禮嘛，係絕對大家都知道係，得即係 press conference 啊等等，佢都做得好好。唔係佢一踢波，但係魔鬼非常魔鬼一面，我相信大家都未必睇到。因為我同佢一齊踢過噶嘛，嗰時其實即係佢係一齊流浪嗰時踢嗰時，佢直頭係上腦嘅人，係嘅，即係佢癲咗，真係好搞笑嘅。即係其實咧，佢嗰場波係場波，點解導致佢咧俾人唔講講得嘅喎，唔係即係俾人炒㗎，真係即係都睇完嗰場真係俾人炒㗎，因為嗰場波咧我哋要護級嘅場波，跟住之後咧佢咧就佢踢係左翼㗎嘛嗰時，咁我嗰場波我踢緊嘅係，咁跟住之後咧佢一零丁丁咧無啦啦就走去臨差完未完場前嘅我諗十分鐘到啦，咁無啦啦自己就踢咗走去掉界球，走去右邊嘅掉界球，咁啊掟落去咧，跟住就得掟失咗之後俾人打反擊輸我，記唔記得啊？哎呀死啦！唔好講邊隊啦嚇，即大家知道嗰隊啦。跟住之後鬧到暈，扮到七彩。跟住之後就係咩事咩事啦。咁啊嗰時就即係佢自己就嗰時係教練兼球員。根本上佢完咗場波睇佢行。係啦，佢係好熱鬧，好投入，佢好投入，即係話咧，哇！即係佢就係要咩都自己做。係啊，跟住教球都做埋，跟住哇！啲右邊教球掉，左邊掉，即係佢掉曬。咁但係嗰個掉失咗，俾人打反擊輸咗。我相信。跟住就有咩啦？阿嘉樂而家嘅一啲風格都有少少會即係施成咗，即係嗰個投入感啊。係啊，即係佢成日係需要嗰個專業性，即係成日話香港大家教練唔夠 professional， 球隊唔夠 professional， 即係佢成日要令到大家係。你做教練，你唔可以做其他嘢，係啊，你一定要淨係專注做教練，同埋要 spend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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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個思想要有好多好多嘅爭鬥，咁等你去即係要佢好辛苦咁樣去，咁樣先可以練到一個好嘅教練出嚟。我係絕對認同呢一樣嘢。咁我哋睇下阿 Tommy Wong 係啦，啲飛馬球衞嗰個盛傳風車 Sir 會翻嚟總統球隊，可唔可以透露下？透露下就即係我自己就好想繼續喺即係港超聯繼續嘅，咁亦都揾緊，我都想揾緊球會啦。我都想，但係冇喎。而家咁多嘢，飛馬球迷最緊要咪要行開先。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即係球場開翻先咯。如果球場唔開翻，你話教邊隊都冇用啦。咁而家你話而家即係我自己衡量過，其實疫情底下，你話外國係咪咁多機會咧？暫時唔係咁多。咁我都望緊本地嘅球隊。所以即係話阿嘉樂成日都話有機會嘅，佢都想留翻喺度嘅。OK， 咁但係暫時乜都未知住啦。OK。再睇落去，喂阿富仔，唔透露啊！富仔有條問題問啊，你答下先。富仔話鬧啦，想唔答佢問題。二零咧嗰題問題咧，上邊再上啲，再上啲冇咯喎。嗱，係咪啊？富仔都話睇你踢波大。嗰個阿洗嚟喎，邊個？嗰個阿洗唔知邊個嚟喎？你打清楚啲字。我係睇阿洗你咯，踢波成長嘅，即係唔係我咯？喂，係姓冼，係姓冼人咧，招換唔係眼睇好過啊！我哋睇唔到嘅，戴鏡我睇唔到。唔係咁，唔係，揾緊。咩啊？咁啊，講2034啊，唔係講下其他嘢先啦，講下其他嘢。2034嗰個真係尷尬啲，2034都照講咯，係咯，照講咯，真係啊！阿冼就阿富仔又問啦，喂，我哋而家即係。足總有新嘅五年計劃啦，即係你都係叫做曾經教過港隊啦，又而家職業球隊嘅教練啦。咁你點睇嗰個2020新嘅五年計劃裏面2034想打入世界盃？係好似係想打世界盃，係啦係啦。計劃你點睇咧？嗱我自己成日都講我哋暫時香港其實而家出唔到亞洲，即係你要出世界咧係一個好遙遠嘅事。咁即係你睇好多其他嘅亞洲球隊已經上緊，我先講泰國啦。泰國其實佢而家青年嘅泰國其實做得好好啦，以前都好啊。我哋僆仔年代，不過我覺得越南係啦，冇錯。嗰啲即係突然間。即係你泰國越南而家上緊嘅時候，究竟我哋追唔追佢先？即係你話出世界盃，我哋係要
即係對住佢哋係一定要贏嘅。即係即係泰國我哋冇問題，我哋贏啊！而家老實講，即係同香港咁多嘅球迷講，香港而家有邊一隊波啊係梗贏？我覺得澳門都未必，因為你係澳門嘅球員啊嘛。但有阿閃喺澳門就唔同啦。有咁行先啦，即係嗱，老實講，我哋對我哋對柬埔寨我哋打和。我哋曾經香港隊 U 十六，我喺現場嘅，輸過俾死啦！突然間唔記得咗嗰隊叫咩名添。總之，卡塔爾唔係卡塔爾噶啦，已經一啲我哋汶萊。汶萊，我記得喺我哋輸俾汶萊喺台灣，就係輸咗出線。可以講即係輸俾係啦，大隊輸俾台灣。你話香港仲有冇邊隊係緊贏？當你如果即係你如果你要出亞洲嘅話，某啲球隊一定要贏嘅。所以會唔會好似即係負責激動啲啦，就話個計劃就咩啲啦，差啲啦。咁你會覺得呢個有少少唔係啊？負責話個計劃都 OK 嘅。實際咧，即係會唔會話我諗都諗得太多啊？咁快諗世界，會唔會諗亞洲先啊？係咪應該咁樣？我覺得先要出要出世界先出亞洲咯。係啦。咁呢個最緊要就係我哋一定要喺青年嘅比賽穩定有個穩定嘅表現。其實個計劃入邊有寫呢樣嘢嘅 U 十六。要在AFC 的比賽拿到穩定的成績啦 ，U 十九穩到成績啦，一路從而慢慢去奧運的外圍賽可以踢得好啦，入到奧運啊等等。咁但係呢啲係比較遠的事，我覺得。咁但係最緊要就是而家其實你話成個 project 係咪唔好？我覺得唔係，因為而家大家有一個 focus， 呢個係 ultimate goal， 即係我哋最終我哋希望可以行嘅路，可能最後唔係贏三四。可能是講緊再一百年後，咁但係係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起碼有一樣嘢，我哋球員、教練、老闆、球會、政府都係向住同一個方向去嘅時候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差嘅開始。咁即係所以希望就話去到同一個方向嘅時候，大家唔好有其他嘅諗法啦，大家為一個方向去先。我成日覺得即係要問多啲呢啲即係前線嘅一啲持份者。喂，大家點睇？我成日覺得即係你話我踩足總都好啦，即係有少少佢成日喺自己嘅圈子嘅諗嘢，佢好理想化，但係我覺得要真係睇下而家一啲真係前線做緊嘅人裏面可能多啲意見，即係譬如有時啲網絡嘅一啲意見都講緊，大家開多啲論壇啊，傾下偈啊，係嘛？唔好即係好似而家咁講呢個五年唔係唔好，好啊，阿嘉樂同學唔係唔好，個方向係啱嘅嚇，希望可以達到邊一步啦，去到俾個方向自己啦。咁但係我哋應該亦都同時間做一啲再實在啲嘅嘢，即係呢個可能我自己即係個人個睇法多啲。我自己就有啲擔心，因為咧其實咧而家成日去審計署係要睇你幾多個嘢達標，係數字啊。咁啊，去到你最後你講呢一個，去到二零三四年嘅時候，你就話你達。你2031的時候可能已經出了局的時候，那你說你達不到標，我又不給贊助你，但到時又說我們再下一個，但可能說我們可能在那個，這個是最大的 ultimate， 最後一個落腳點，但中間我們要很多東西一定要 achieve 到，而且這些指標呢是要達成到的，你不可以空口說，講到說我們四年後我們 AFC 的比賽 U19U23 一定要出線啦，唔好唔記得，我哋從來未，我哋冇出過線嘅 U19、U23 嘅比賽，係啦 ，U16 上次因為我哋香港搞，我哋最後得失球壓過對手而出線，呢個係1001次，我哋一出呢啲亞洲比賽，其實我哋而家冇一隊穩嘅，冇一隊穩嘅競爭力，係啊，我哋其實而家仲係去東亞啫，冇錯，我哋一對西亞已經兩回事，即係我哋成日對西亞球隊根本連波皮都，大家你睇大家睇過對伊朗。遲啲到伊拉克，即係其實我哋都係一啲穩守突擊嘅踢法，九一嘅踢法。咁你話可唔可以靠呢個踢法一路衝出去亞洲？我睇唔到暫時，即係都我擔心就係話到時唔達標嘅時候，你嘅 resources 俾你會越嚟越少。咁所以我自己都 suggest 希望就係話有啲俾多啲你 achievable target， 即係你可以達成目標嘅一啲。同埋即係講起個審計報告，我又即係論著容許我落化一封，我成日都覺得，即既然我哋而家攞緊政府錢成日都要睇好多數字，喂你啲數字達唔到，我就會覺得你有問題噶咯喎，咁影響到你之後，即我成日講，我之前都同啲教練朋友，甚至觀眾都即睇波觀眾傾過，我就話，喂，人哋睇你嘅足球，香港足球成唔成功係睇咩嘢咧？有冇入場睇波？但係我哋香港咧，即係成日呢幾年都做好多令到你入場數字下降嘅嘢嘅，即係例如有啲球隊可能係唔夠吸引力，或者佢冇乜歸屬感嘅球隊，雖然可能係大搞又好，或者佢係肯俾年青球員機會又好，但係個架構做得唔好嘅時候，本來呢隊波搞得好好，有1000幾百人入場，
但係嗰隊係根本冇乜人去關注理會嘅時候，哦，你哋俾佢參賽冇問題啊。咁但係結果咧就拖累咗入場人數咯，令到反而個 average 嘅人數咧低咗。咁足總就話：哇，你今年個入場人數平均人數又跌咗啊！即係政府又講你足總，咁你跟住又俾人哋即係入位啦呢個機會。咁我覺得呢樣嘢你唔可以去忽視啦，因為特別你而家我頭先強調嘅重點就係你攞緊政府錢，有啲數字上你唔可以令到佢下跌，令到政府覺得喂你個指數又低咗喎，你個指標又低咗咯喎。咁呢樣嘢即係都係即係令到即係個發展同而受阻嘅。好啦，咁我哋講完即係一紮嘅即係一啲香港足球嘢啦，講翻阿嘉樂 Sir 啦。嗱，你而家即係經歷咗，我想講下先啦。係啊，哇，請你上嚟跟你講啊嘛，即係講真話先。嗱，即係請嘉賓上嚟，一定係俾嘉賓講嘅，咪先？咁唔到我講咩？係咪先？繼續啊，嘉樂 Sir。你接觸過青訓，係港超球會、香港隊，嗯，呢三樣嘢你覺得即係？分別是什麼？經歷是什麼？你自己覺得最難忘、最好玩的是哪方？會不會是就是省港杯？即是你知道省港杯，哇，那下被人捧到去初青、初青，那我都記得那一幕的，即是那一幕很興奮的，即是會不會是這一幕？還是你有哪些比較難忘的時刻？即是你說教過這麼多的比賽，叫做即是帶過這麼多比賽，很多都很難忘，我自己覺得，即是省港杯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為我想講就係我你當俾我解一定係省港杯主場第41屆即係贏4-0嗰場杯，其中一個原因因為第一喺大球場踢，第二喺主場碰杯。其實呢個意義係好大，因為其實省港杯成日話有時喺香港踢，有時喺翻去內地踢嘅時候，有時可能球迷有時都會追隨嘅，即係好似我哋第40屆咁啊，即係阿張志勇捧杯嗰屆，其實佢都即係有班球迷真係冒死，我叫冒死走上去廣州場嗰度去捧我哋，咁我哋真係好多謝佢哋。咁但係好希望就係話我哋捧杯嗰一刻咧，其實好想同本地嘅球迷一齊 share。球迷係重要，因為其實即係話你話香港嘅球賽其實唔係好多人睇啦，已經。咁其實省港杯嗰場波亦都有，我自己記得都有4-5千人起碼。咁大球場其實你蕭然話坐40,000，其實40,000嚟講，其實已經對呢一班嘅年青球員咧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咁我好似你頭先咁講即係講緊球迷入場其實。香港波你唔好成日講話，香港波唔好睇，你唔入場，係因為你哋成班有呢個情感去支持香港隊，覺得香港足球關自己事，先至大家入場，入到場令到個氣氛澎湃，球員更加落力，場波先會好睇，而唔係話因為個牌面啊，好似香港，大家都係㗎，係咪先？即係我哋用咁多年嚟40幾年嚟最後生嘅班底去同廣東隊去比拼嘅時候。呢一啲嘅數據，所有都唔會覺得贏到波，咁亦都唔會話吸引到球迷嚟睇。咁但係大家入場都係因為個情懷啫嘛，咪想撐年青人啫嘛，係咪？同埋喺主場希望嗌兩句幫香港加油。最後係因為成班球迷咁落力，所以令到呢一班年青球員踢得好。咁所以我自己個感覺會比較大，即係我成日講就話香港足球咧，如果冇咗 fans 咧，係 nothing。咁我自己都希望就係話其實而家政府成日講話即係足球係冇人睇，達唔到標。咁大家希望入場咯。你入多啲場嘅時候，你就唔會10場波10場都好睇。但係希望多啲人入場嘅時候，那個氣氛好啲咧，球員就會落力啲。教練亦都想，因為咁多球員入迷嚟睇，我自己比賽前嘅準備都要做多啲。冇錯，係啦，即係所以我會自己覺得，即係我落場我都覺得落力啲啊！我即係手都揈得大啲，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所以我自己覺得咁樣。我都估你當年教元朗都幾開心，因為元朗個入座率都 OK 啊 ，OK 啊，係啦，因為區隊個入座率唔錯，都係點解佢會揈手？因為有你哋喺度，即係有班球喺度，你啲人成個看台空嘅，佢揈都冇嘢揈㗎。其實係咪？係啊，即係嗰場波我亦都可以講，就我哋最後打和咗2-2咧，即係打和咗傑志之後咧，最後突然間有一個球迷啊，咁覺得哇場波好犀利啊，好熱血之後咧，就同球會講話，我想贊助你哋今場波嘅獎金。係啊，即係係佢哋係唔係成班球迷咁黐線一齊去嗌啊，一齊去落場啊！球隊唔會追得平，亦都唔會人哋覺得哇足球係一件好神奇嘅嘢。咁所以即係球迷係 everything 啊，對我嚟講。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郭 Sir 喺前線啊，佢又即係真係 feel 到一樣嘢，球迷入場係對於佢哋教練、對於帶隊、帶啲球員好大幫助。咁、當然啦，我頭先講一樣嘢咧，就係我成日都想足總做啲架構，令到啲球迷可以入場嘅。即係元朗是一個好 case 嘅、元朗係一個即係地區球隊，係嘛？佢亦都做得好好嘅一啲即係推廣又好，或者建立球迷又好。咁但係始終。香港政府睇嘅係 average 人數，元朗多㗎，咁但係比其他可能一啲比較做得少嘅就拖累咗啦，咁變咗成個啊總入場率都係好低喎，咁點樣去避免呢個情況呢？我係好希望見到嘅，即係你話哦地區化又好，但係或者地區同球會合作又好，或者我自己成日都建議一樣嘅就係、是，我覺得球會都應該扎根喺啲某啲地區嘅、即係就算你係本身唔係一個地區隊，你都要扎根，即係你唔可能我今年香港大球場。我下年又去青衣，再下年又去小西灣。其實，學頭先嘉樂做話齋，喂，佢唔係要睇好波啊！即係當然睇好波固然好啦，睇好波，但係而家全世界你手機又有，電視又有，要好嘅你一定唔能夠好過佢。但係我係要支持隊波啊嘛！咁你對波成日周圍走，我點支持啊？我今年喺呢度睇你嚇、下年要我去嗰個睇，冇咗啦，係啊，冇咗啦，即係呢個就會流失。點樣？我覺得呢個方向。是可以令到啲球隊更加多人去關注，多人去睇，咁佢哋教波都更加落力，先隻手揈得多幾下噶嘛，係咪先？我覺得呢個呢流動率真係資源嘅問題啦、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其實而家即係而家即係超聯嗰度，其實有幾隊都有資源嘅。咁其實我以我所知嘅內部咧，其實都有啲動作會搞，即係想搞好啲嗰個嘅地區嘅發展。啊、即係可能有啲人已經入區啊，或者去嗰個地區想發展，做翻好個球迷，做翻好嘅整個架構嘅。咁但係就唔多咯，係嘛？即係可能得三四隊。咁其他嗰啲又點算呢？咁而家好似話準備有啲人有啲入想搞嘅，咁但係可能資金又唔夠，咁變相就又係做得唔好。咁變相其實點都係一啲嘅問題，都係錢銀嘅問題。咁所以而家香港足球裏面我覺得影響嘅都係呢啲發展。係啊，點睇咧？阿嘉樂對於香港足球有冇得搞呢？你覺得即係有啲人以前都討論過㗎啦，就係話喂搞部賭波得唔得啊？或者、政府支援得唔得啊？咁最新我見到個五年計劃裏面有啲政府官員都回應過啦，都係話即係唔會啊嘛，係啦，都係話唔得啊，搞波唔得啊，咁都唔得，不嬲都唔得㗎啦。係咁喺我度，佢哋要去即係回應，固然係咁樣啦。咁但係你點睇咧？有冇得搞？我覺得唔好話淨係睇足球有冇得搞，喺香港運動其實係好難搞，成個運動因為老實講，政府嘅支持唔多，而且亦都睇成績，好重要，睇成績。咁嗱，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你成日咧，如果睇成績咧，你會將嗰啲資助咧，會編埋咗一啲唔同嘅，你去到最後咧，邊啲嘅運動會最易攞成績咧，就係、是、一啲個人嘅一定係個人。我之前睇過一個前政府官員講嘅説話係好有道理嘅，即係我希望將呢個説話發大啲嘅就係咩咧？係應該將佢分開嘅，即係而家嘅香港運動嘅資源就係你有獎啊，多啲資源。但是團隊運動其實從來都是難攞獎的，即係唔好淨係足球、你足球去攞獎，唔好話世界盃，淨係亞洲盃都不容易啦。咁但係會衍生個雞先蛋先嘅問題啦，係咪先？你冇資源點搞得贏啊？團隊運動唔係咁容易嘅喎。咁你但係你冇成績又冇資源喎，永遠都喺度循環。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就係要將呢樣嘢改咗？如果佢哋肯改嘅，團隊運動唔係用純粹成績嘅計算嘅，可能係用其他架構啊、佢嘅影響力啊諸如此類計算，咁就會即係大家互相幫忙。我唔需要你好多資源，咁適量都好啊，係咪？同埋即係我覺得運動嘅發展一定係有商業嘅贊助，一定係需要。你而家見其實即係幾隊香港咧比較大嘅球隊都係因為有商業贊助，令到佢哋有穩定嘅發展。係咁，球員嘅生計可以做得好，甚至可以揾多咗，比以前多咗。所以佢哋即係有其他球員見到，哇！我都好想踢嗰幾隊波，因為又好似人工又好啲訓練場地又 regular 啲睇物理治療又唔使俾錢有啲而家有啲你知道啦，有啲球員睇物理治療都仲要係要自己揞嘅，係啊，即係去到呢個年好專業，仲有呢樣嘢。咁即係我自己都希望就係話，咁點樣樣去揾呢啲贊助翻嚟咧？我覺得一定要政府你牽頭，即係兜口兜面，你喂你嚇、你即係咁賺咗咁多錢你幫下運動啊，係咪先？或者你係乜乜運動會嘅委員啊？你個公司可唔可以贊助翻運動啊、足球啊？即係一定要。
咁樣樣去的佢哋過嚟啊！話你咁樣講，好似唔係咁好喎。我覺得唔係應該就可能設個制度咯，好啲嘅。即係話你咁就好似某啲嘅黨咁樣啊！你要出嚟，我要攞你啲錢嘅政策咯。又或者有啲係啦，係吸引佢哋，係啦，自己自動去過一去。係啦，佢自動去過嚟咁樣，即係好似富力咁樣。喂，佢大搞啊！我哋好開心啊，提高咗好多球員人工機會。咁但係佢又做唔到一個歸屬感俾啲球迷，令到佢啲人支持隊波，可能即係冇人理佢。呢個就係永遠一個矛盾之處。但係如果你話有啲本地球隊，你係可以支持到佢，令到佢有個資金係大搞嘅，唔好話好大啊，唔需要搞到富力咁大啊，適量運作到嘅，其實已經好好。其實我覺得香港其實真係可悲都好緊要。其實即係有錢的人多的是，即係佢你識好多啊嘛，好似講到我唔識啊，係咯，我都想啊，大佬，我係就唔識坐咗喺度啦，已經我係做咗嗰個嗰度噶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我覺得是很多的，但是有沒有人去做那件事，其實真的講真的一千多萬可能對某些的企業其實真的可能是交稅而已，是的，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用這些 的資源 去做呢？樣其實我覺得是 很差的。講個敏感一點，賭波你是怎麼看呢？嗯，是的，說賭波一定要一定要當然啦，我們牽涉到假波，但是你個人意見可能怎麼看？你覺得傾向哪樣方面多一點，還是有啲話唔得，一定唔得咁啊！政府講到我對呢一個 option open 嘅， open. 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即係足球如果一有賭博咧，就係唔好噶啦。咁又唔係，因為其實你有好多例子啦，全世界、全亞洲都係有賭博公司，即係可能喺 sponsor 係啦，有 sponsor 即係令到個球隊咧個實力係可以增強。即係呢個係大趨勢係咁樣樣嘛。咁而家其實好多都係咁樣講緊，唔應該係避，係啦，係諗下方法，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你而家你如果老實講，呢啲唔需要敲門啊。如果突然間講話，喂，而家我哋接受保賭博公司嘅贊助，我相信佢哋會自己行入嚟嘅。咁行入嚟基本上令到好多球隊都會多個資金去做嘢，去揾好揾啲好啲嘅球員。咁你話會唔會導致有假波咧？老實講，我哇！靜一靜添，講呢樣好緊要啊！好嘢啊！敏感嘢啊！呢啲係啊，啲敏感，即係唔會冇嘅，唔會冇，亦都唔係因為有賭博公司而呢樣嘢係冇，啊！即係我呢個淨係我教咗咁多年，我就自己眼睇到呢樣嘢，甲組又係，預備組亦都有啲咁嘅新聞都出過啦，係啦，新聞亦都出過，即係呢啲其實圍繞香港足球好耐。咁但係會唔會話其實你而家已經冇得有公即係馬會咁樣賭波嘅時候，都已經有發生嘅時候，會唔會可能我將佢公合法化嘅時候，規範化會唔會有幫助咧？你咪試下咯，你唔試嘅話，你香港足球已經基本上你已經跌到一個谷底，冇得再跌嘅啦，係啦，所以咩都可以試。亞洲、越南、泰國即係柬埔寨，全部都提升緊，我哋都仲係原地踏步。係啊，即係我覺得唔擔心去試下咯。破釜沉舟係啊，破釜沉舟係呢個。係點樣去制度有啲制度咧？要諗咯，即係我出嚟傾先得㗎嘛。你要嘥咗集，冇錯。即係可能多咗啲錢，可能球員又多錢，佢冇理由。因為我成日覺得，搞得起我哋呢啲足球嘅從業員，先有機會去繼續生存㗎嘛。即係好似阿嘉樂想繼續向前球隊發展，你睇所有香港人而家得翻幾多隊？哎呀，就變咗係好似局限咗啦。當然啦，咁我知道喂，你都考緊個 Polition。Polition 即係喂，全世界都承認嘅喎，即係有冇機會出外諗下？即係當然而家疫情啦，係一段時間啦。咁但嗱，我哋即係今日都傾咗好長時間啦。最後講下你自己有咩路向咧？即係嚟緊嚇，咪繼續都喺條路㗎啦。咁誒，會唔會如果真係好似嗱，即係唔好聽講有啲？做職業教練，做過職業教練，突然間冇班落，咁點算咧？會有擔心呢啲問題咧？當然擔心啦，即係你去到，我覺得香港作為運動員教練嘅時候，即係你點都會擔心冇班落，即係你因為或者突然間你成績攞得唔好啊，或者突然間贊助商突然間 cut 嘅時候，咁就會突然間就冇班落，所以即係香港做運動員啊教練其實都好冇保障嘅。咁但係你如果冇人繼續去咁樣夠膽去行咧去做咧，呢個行業更加會差。講得啱，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即係你話對我嚟講，而家其實考翻呢個 license 係非常緊要。其實 suppose 上年11月已經完成，係啦。我係有啲有幾個唔好彩啦，三個唔好彩。第一就係我導師係因為某些原因而被換了，咁又一個新的導師嚟咧，新嘅導師嚟咗就覺得哇，我嚟到即刻同你考試唔得，我要同你起碼上多兩次，我認識你係啲咩人，我先至可以同你做考試，即係佢係覺得咁樣，咁所以咧 delay 咗去到好啦，終於上翻嗰兩堂啦，
準備再下次就係考試嘅時候咧，咁就突然間有疫情出嚟，咁、而且同時間中國足協嘅即係教練培訓部亦都有少少人事嘅調動，咁、所以好多嘢都暫時係停咗，咁、所以我係自己係有幾樣嘢唔好彩，咁、甚至即係其實呢、這個喺 CFA 上嘅教練班有兩班嘅，係啦，咁另外嗰班其實已經完咗啦，係、完成咗，即係有啲係啊，遲咗少少慘啊，就係、最慘就要其實兩班同時舉行，咁就係要揾翻嗰一班嗰、那個導師過嚟我哋呢一班，嗯，咁所以佢哋一定要完曬，所以我哋而家都等咗好耐好耐。係咩教？係咩導師嚟嘅？佢哋兩個都係德國嘅，德國嘅導師係啦，咁都都裏邊考啲乜嘢？啲咩上咩堂？嗰啲都好奇問嗰啲嘢。都幾得意嘅。唔係都冇能力㗎、都幾得意嘅，即係進攻防守會比較 detail 少少。我俾一個簡單例子，就係、其實大家成日講一個陣式係一個由四啊或者三開始，一四三三啊、三五二啊。其實進攻陣式咧可以有一個二人嘅陣式開始。例如即係一個當你後場猜波嘅時候，你可以睇一個二四三一嘅陣式，又或者睇一個二三二三嘅陣式。即係一啲進攻嘅陣式就話，當你擺好唔同位嘅時候咧，好啦，個波運行到去中前場嘅時候咧，你會再改變一個進攻陣式，例如變成一個二一四三，咁你前場有七個人，後邊有三個，係啦，咁樣樣就都幾得意嘅，即係啲咁防守亦都一啲基本上都係逼搶為主啦，因為而家大世界都係做緊逼搶，咁但係都好多分析啊等等嘅時候，你亦都曾經我去過喺山東魯能。嘅時候就入咗去睇中超嘅一個發布會啦，即係睇下李霄鵬李指導點樣去應對傳媒啊等等，其實呢啲都幾得意。咁我自己都希望就係話，即係呢個 license 其實因為香港真係冇呢個 license， 咁我即係咁多年嚟，我係第七個去上。咁我都希望即係多啲香港教練啦，可以即係香港可以搞到香港搞到呢個 pro license。點樣可以先上到呢？暫時你指住我冇，唔係而家，其實而家暫時咧係需要香港足總去推薦啊，或者 approve。首先你要 A 所以咧兩年咧 A 拉神推薦，兩年只係得一個，咁我就叫做，所以即係我叫好彩咯。係啊，唔係好彩係能力嚟嘅，有能力好彩嘅，你唔見叫我得嘅真係。唔係啊，大家我頭先睇你嘅即係成長歷程，一路都唔錯，幾順利嘅。順利嘅，所以俾少少難度你，而家停一停你個 A 拉神先，等你有啲經歷嚇，要去即係。沉淀下，或者係應付逆境，跟住先再上，個人將來會更加可能成功。唔係，聽到而家嘉樂咁情況，其實我覺得係比好多教練其實已經係真係好幸運，好幸運，真係好順，真係好順，係啊。咁我記得你記得我同一齊上 A 拉神嗰陣時，冇錯啊，就係嗰時就係一齊喺澳門咯，一齊上 A 拉神。係啊，就係嗰時啱啱就探飛馬。阿郭 Sir 幾中意你啊？中意你啊！我日日俾人開槍啊！唉，我以為我係真係私家咩嘢，咁啊咁啊，郭指導啊，郭 Sir 係真係好嚴格嘅，嚴格對大家都係一視同仁嘅，嚴師出高徒啊嘛，所以先有啊，即係嘉樂而家即係喺香港都有香港足球壇咁成功嘅一個，我冇錯。阿閃話等你大氣啦，等你唔係就係咯，等你有乜嘢俾我撈啊！而家我就係啦，今年就係啦，我就冇咗就你啦，大家疫情都停，真係大家都努力啦。唔係大家即係有即係啊！最緊要咬住咯，即係可能而家個景唔係咁好嘅時候，即係可能大家 quit 咗去做住其他嘢先，但係唔好冇咗離開，即係唔好有個離開嘅心態。即係我哋要隨時我哋翻翻嚟。好啦，疫情好啲嘅時候，我出翻嚟教波，我出翻嚟踢波會去。嗰個高峰未到嘅，同自己講啊，到時可能我而家出翻嚟會好過之前咯。大家希望，足球都希望咁樣。係咪繼續增值自己？係啦，唔好停得落嚟。尋日阿嘉樂我講話有冇時限㗎？我好多嘢講嘅喎。我哋今日已經講咗好多。好多。都唔夠啊！話係咪啊？仲可以有排講。有排講。拍拖啊！再拍拖。我哋有機會可以再請嘉樂上嚟。Sure。咁啊，睇下到時佢即係疫情完咗啦，希望亦都佢真係固定教咗隊波嘅時候，再睇下我分享翻當時嘅情況啦。最後我想補一句得唔得啊？即係我好開心可以上到嚟呢啲你哋呢個今日呢個 on fire 呢度嘅，即係因為好開心可以即係做咗咁多分享，亦都好多謝即係你哋對香港嘅教練啊、球員啊咁支持，所以大家記得去 subscribe 或者多啲去睇呢個 channel。哇！我哋咁多集，我睇嗰啲都排咁噶，記得因為你買咗多嘛，係咯，就我都想講。但係我哋唔可以喺度做人賣廣告，係啦。咁但係真係做得多就咩啦。我哋都學習緊，多謝嘉樂啦。咁啊，
都多謝大家一齊睇我哋啦。OK， 哇醒啊！呢、這個唔係寫下洗啊，已經冇啊冇啊冇聽到啊，踢唔到啊而家。咁啊，我哋下次再睇下我哋又有啲咩新嘅話題傾下。今日多謝交流啦，好，拜拜。好，拜拜。